近日展开出道后第5次世界巡回演唱会。九名团员最近除了常常会在个人 IG 和粉丝分享在各地开唱的后台侧拍照，也常常晒出工作花絮照，其中子瑜二日就在他的个人 IG 上晒出一系列拍摄新歌 MV 的花絮照。只见他画上精致妆容，将头发扎起来，身穿黑色露肩洋装，露出性感火辣的直角肩。接着他放下一头波浪长卷发，还绑着俏丽的辫子，身穿蓝色短裙洋装和一双黑色长靴。有趣的是，他拍照时将双手放在脸上，做出嘟嘴的表情，样子真的是萌翻了。另外，他坐下来时露出雪白大腿的样子，则是让他看起来又性感又可爱。照片PO出不到一天，就已经有120万人按赞。子瑜的魅力真的是太狂了。